In wesen eisen in schalia to san oizu tang zai shi si ka shong. Oh, san san, yen leng ye zi ka ki duk tu a? Hei yo, na ka te zo ke ki duk tu ne, hei ken hao fong shi ke si. Nya ka baba mama, hei zi ka ki duk tu ma? Ni zi san chut le chi hei zi ka ki duk tu ke ma? 先生，冇那啥生出来就系基督徒嘅，妈妈呢唔能够本着个细子有两种生命嘅。你嚟嘅话系乜嘅意思？我唔明白。有好多年呢唔明白，您系唔能够以生出来就上做基督徒嘅。老师讲，你听我从生真能够上做基督徒，请你解释一下从生系乜嘅意思，系唔系话？ 人死去以后再出世哦，唔系，最要紧嘅呢，就系在佢万千死前就要重生。如果佢死去以后呢，就睇个迟咯。在佢五千死以前再出世，我从来唔曾听过咁样嘅事。一种重生，单单要上帝真能够做得到，但系也系一天需要嘅，理由即系咁样。 我哋大家都犯唔起，因为讲假话、骄傲啊、发脾气啊、贪心啊、不饶恕啊，以及其他好多好多嘅恶事，我哋就破坏咗上帝嘅律法。因为犯罪嘅缘故，我哋在人身上都见死海，即使我哋有肉身嘅生命，罪都见切断开我哋从上帝来嘅生命。只有当上帝嘅生命进入我哋嘅心中嘅时候， 我哋真能够得着属灵嘅重生。哦，原来系咁样，都几有兴趣啊！将而再讲多啲俾我听下。上帝咁样话：，当我哋死去以后，肉身就归转本尘土，但系我哋嘅灵魂就话永远都生。唔想接受上帝生命嘅人，就会到一个地方受刑罚。 我系一个讲公道又讲良心嘅人，我嘅嘴唔会好多，同时咧我要做好多嘅善事，所以我一定唔会在天狱嘅堂停留好久。哦，先生，落天狱嘅人啊，系永远唔会再离开嘅哦。但系上帝借着这个例子嘅事，为人预备到一条逃避嘅道路，其中一条道路嘅人呢？ 就冇其他嘅希望，而且我哋在死前爱重生嘅道理。如果我哋在人身上得到重生，我哋就会留上帝永远同处，因为我哋有家嘅生命，我哋就系家中嘅一份子。哦，你就真系爱所需要嘅，不过一个人用本就能够重生呢？ 上帝因为爱死我哋，上造这个儿女，就打发这个托生子为我哋来死，也是担当开我哋爱受嘅刑罚。现实呢，救恩系肯啪啪嘅礼物，爱视频全世界嘅人。上帝视频我哋嘅生命，人嘅生命系在家嘅里面嘅。人有上帝嘅意志，就有生命。 冇上帝嘅意志就冇生命，凡系接待耶稣嘅，佢就使天兵分几条来做上帝嘅子。想耶稣承认人嘅罪，佢就会将嗰条罪除开，将佢出在人嘅心中，佢就会进入人嘅内度，使你上咗新造嘅人，佢会将这个生命赐俾你，你唔会再想犯罪。 爱上帝，听从上帝，就会想做一个欢喜快乐。系咁样，你就会真真正正想做一个重生嘅人。多谢你，我爱听你嘅信息，你就系我心中所需要嘅。